谭咏麟蓝里出轨风波晒近照新情家，爆料者或将面临3年牢狱之灾。11月30日，校长谭咏麟蓝里出轨风波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近照，这也是他在风波后首次晒照，引起许多网友热议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们也纷纷在评论中留言，激动地表示谭校长终于更新近况了，他们都很想念他。此前，谭咏麟被一名叫悲伤牛肉面的男性网友爆料，称其与自己的女友发生关系，并且女友是谭咏麟的粉丝，比他小了足足4轮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没过多久事情就出现了反转。爆料人删除了所有曝光的照片，仅仅留了几篇最初写的爆料文，以及澄清自己没有被公关的留言。而谭咏麟这边仿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2021年11月26日，有媒体曝光谭咏麟与几位美女聚会的画面。不管怎么样，谭咏麟现在似乎已经走出了风波阴霾，至于真相究竟是什么，悲伤牛肉面到底会不会受到法律制裁，我们还是静待接下来的发展吧。